上场的选手，中国队巴里仔跟随胜利双城，上场的选手中国队巴里仔跟随胜利双城，上场的交通部送给几个。 由于刚才个中投喺禁区入边啦，跟住球员都系入咗去小禁区嗰度咧，将个波踢出嚟，所以系会被判罚12码。所以其实咧，就算射中咗个框喺个禁区入边弹下弹下咧，都可以入去。2比0。 Okay.